那个女生是我一个朋友，就是她在他们就是军训的时候，在男浴室外面拍了张照，但透过一个那个电话玻璃的，那啥都看不见，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也没说啥，然后那个有些男生就不高兴了，就想哎，你男生透过玻璃拍女生，那女生也不高兴，那男生也不高兴，然后就去跟老师说，然后老师反过来骂那个什么，说他搞分化被男生入侵了，好像现在他精神状态不太好，就是，因为这个曝光度太高了。不是啊，假的，是郭老师，但是假的，那个头上有戴头套真的没有，他不是口嗨，然后那些学生就可以造了。然后上就开始搞怎么样？你们上礼拜试吃了东方吗？对，你的故事开始没有？没有带头套，没有。假的。那个。啊，为什么可以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呀？我做过一个视频，是在广州的，好像有一个公司里面的都是女性团结成一致，然后有一个极漂亮的女孩子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个老大啊。有人分析呢，可能就是创业老大或者哪个老大想这个 PU 这个女孩子一类的，是吧？啊，想 PUA 这个女孩子一类的。这个女孩子做到头把交椅以后，整个的公司都是女性为主导，福利全给女性啊，然后最倒霉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公司的男性，等等吧，反正很复杂，这公司出了很多很多的事儿。这个视频的名字叫什么？我看看啊，巨长无比、巨混乱无比的一个我做的这个视频。然后呢，现在出了这个事儿。就是这个社会里啊，出现了性别的争论的问题，就特别的热，特别的热。我前一段时间还做过好多期关于艳女、关于上野千鹤子，哎，我搞了半天，我觉得，也许在上野千鹤子的那个视角、那个范围，他谈性别问题是个真问题。在我们这里谈的这个问题，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但是即便是在上野千鹤子那里，我认为他也是军国主义的遗存，是吧？所谓的用团体的力量剥夺个人的自由的问题。当然我批评上野千鹤子，如果我没有读书，他们都批评我说你连书都没读过你还批评人家。我现在也读书了，现在没有一个人感兴趣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些个人，他对真正的问题并不感兴趣，他就对这个男女性别的问题感兴趣，啊，你说你受苦，你人生不如意，你以为是男女性别，啊，这个没解决，来造成的吗？恰恰不是，恰恰现在是你的判断，恰恰是因为你判断是男女性别的这个问题，导致了你现在的如此，是吧？就是你把问题给搞反了，啊，越认同上野千鹤子的那些个说法，越使你受害，啊。那么上野千鹤子讲的那些个东西，必须先提条件要清除掉军国主义才能谈那些个东西。如果不清除军国主义那些个东西，恰恰就让你再一步的更深的，啊，受军国主义的所害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没办法说得通了。那么上海中学这个拍照是个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实际上发生的呢是有一个女孩子，可能是吹牛发了个朋友圈，就是在这个男浴室外面拍了张照片。我这里要讲一个问题啊，我昨天讲了这个问题，小破站就没给过。就是花花公子啊，曾经想创造花花公子，不就是专门用图片来刺激人感官啊？就是那些个情色图片，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这个喜欢，觉得好吗？他们曾经创办了很多次针对女性读者的这个东西，
啊，就是这个花花公子，没有市场，连女性不爱看的是吧？别在这里自作多情了，你们这帮男性们，以为女性爱看你们这个东西，不爱看。好，就是有一个女生啊，排了一个图片，然后发到朋友圈了。发到朋友圈以后呢，18个男生啊就找老师啊，就要解决这个事儿。这个老师是个女的，就批评他们了。哎，说有的没的的，你们这帮这个大老爷们们找闲事儿是吧？滚一边去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我挺支持这个女老师的。啊，这个女老师说的对，当了解了这个真实的状况以后啊，我觉得更对，就是应该回应这18个男孩是吧？这个18个男孩明显的就是那种啊军国主义之下的余孽是吧？老师在挽留他们，在挽救他们而已是吧？就对，就这样应该骂他们。但是这几个学生呢不依不饶啊，上访什么教委啊，教育局还在上访，记者来采访这个学校的，学校说根本就没有这事儿是吧？不啊，学生们这个还不依不饶，还要折腾这个事儿啊，最终搞了这么大的一个舆论风波。这个舆论风波的焦点呢，就是男女性别啊仇视的问题啊，它根基就在这里了。那么是什么造成的呢？就是你越认同这个东西，你越走进军国主义是吧？你只有能认识军国主义这个问题，你才能可以认识啊男女性别出了什么啊真问题。哎，这些个可怜的孩子们被人画了这么一个怪圈啊，怎么走也走不出来了。那个节目我找不到了，就是在我的视频里面那个找不到了，那节目不找了啊，就是啊一个公司的老总啊，我相信这个公司的老总也进入了这个怪圈，无聊透了是吧？别进入这种男女性别对立的这个怪圈里面。